大家好，我是思巴传媒的赵月，今天多少号？离我们可能就是没收手机应该也就快了吧。我这再多看看这个方形的东西，长方体的东西。对啊，然后这几天其实也蛮开心的。我借用一下你的车票，车票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对呀，就是你把这个换成12就有了。那个是不是我的车票？好的，刚刚那些失误，这才是我的车票。这是我的车票，对，你看我平时东西老丢，但我这个车票没丢，可见这个车票对于我来说就非常重要。你看这个车票被卷成什么样子？就还蛮重要的，因为为什么会卷成这个样子呢？是因为我之前用这个车票的时候呢，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我不认识的那个小姐姐、小妹妹们，所以说就很紧张，然后就一直在搓它，跟人家讲话一直在搓，结果卷成了这个样子，跟发卷一样。对，然后就是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录那个初舞台了，感觉非常的激动，也想看看外面的大家都是啥样子，感觉一定很强很厉害吧。然后也希望可以交到很多朋友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